Hello，是卡的吗？还是顺的呀？现在是卡的还是顺的呢？顺便测试一下我麦克风到底是可不可以顺的，太棒了！我今天想尝试在房间开播，尝试看看，希望它可以一路通顺，好吗？照片呢？我没有换赖的照片，等我一下哦。这样子，嗨，加油吗？还是没有？有吗？有吗？有哎，真假的，居然有，太令人感动了吧！多少年，多少年没有了？大家好，Hello，嗨，你们好啊，我是玩家，大家早安，大家早安，这种感觉，天呐，居然有，太棒了吧！谢侯影的手工饼干跟李侯值得掌声鼓励，谢谢。四处观望我的眼镜，我戴一下眼镜好了。近视多深？哦，sorry，用到麦克风。近视多深？不晓得。诶，我今天喝了快1000CC 的水，我真的觉得我超棒的。居然可以喝那么多水，好呆哦！算了，晚安，晚安。哦，刚刚录了一首副歌，等一下可以发 IG。这首歌呢，是我今天听到的，然后觉得很赞，所以就来返场是。神棍乐团的9号公路，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我是觉得他唢呐很赞啦，但是我不会吹。对啊，今天难得的，居然在宿舍开播。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柜子好像很烦，就是如果有强迫症的话，把它挡住。然后就是因为呢，里面塞了行李箱，所以它关不太起来。因为里面放了一个行李箱，对，所以它关不起来。如果觉得很在意的话，就。还是我设一个贴纸，我设一个贴纸，然后把那里挡起来。如果大家在意的话就把它挡起来。我用一个一箭穿心，然后写一个不要看这里，有一种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然后放在这里。诶。还是就哦，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就这样，那就这样，好，这样子应该看不到。要挡啥？这个啊，大家如果很强迫症的话，可能会想把它关起来，但是因为呢，本人没有强迫症，所以没关系，因为本人是没有强迫症的，所以就还好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怎么都好消息啊！就是最近跟潘米娜终于又重新开始编了，重新编曲了《天使》。天哪，怎么会那么的突然？我也不晓得。哎 欸，这首歌居然已经3年了，3年了耶！大家，3年了，怎么可以过得那么快？然后。然后呢，就是好像在反正去年的时候，Mina 突然密我说，她想要重新改编，改得更，哎呦，sorry，改得更摇滚一点。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下落了，
就没了，就没了。所以呢，我就是最近又开始了，最近又开始啦。这些会放牛吗？不会，我跟你们说，因为已经快差不多，背景音乐已经做好了，好吗？只剩下录音，而且真的是完全跟第一版的完全不一样，就是重新编的曲，是不是连曲整个改，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新的词。谢谢黑杰克的闪光星星。跟黑杰克的金曲奖会员票，谢谢。下一直播再用带，我上次有带吗？好像有，是吗？我也不知道哎，没有，因为最近剪了刘海，所以想要压一下刘海。词没有改哎，因为最近剪刘海，所以压一下，这样子就还好，还好啦。还好啦，最近发生了很多，不是发生很多，做了很多事情。谢谢 River 的幸运四叶草，跟 Miso 的幸运四叶草。相信大家可能在半年之后，我也不知道大家多久以后会听到新版的。但总之是今年啦，至少今年一定会有新版的天使出来，至少是应该是会是今年吧。谢谢回来的时候，大家想说现在才几月？现在才4月，然后你跟我说今年，我们就是要给自己6个月的 quota， 太棒了！确定今年应该算是蛮确定是今年的，因为我们有个目标是什么时候发出来，但是这个什么时候发出来呢？先暂时不跟大家讲。谢谢 Miso 的一封信，我们是有排时程的。谢谢 Miso 的爱的烟火，如果时程没有改变的话，就会是今年。八八八八八，谢谢 YC 的闪光星星。去年讲，现在才开始的。我没有去年讲啊，我从头讲，我去年讲。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闪光星星。Hello， 晚安，大家晚安。小山美玲可不可以被邀请到扣钱制的？这要问公司咯，这不能我邀请，其实都不是我们邀请的啦，都是公司。谢谢玉的闪光星星跟七月的手工饼，大家记得去那个哦，是不是22号就要截止了？22号就要截止那个，我不知道是几号，是22号吗？是礼拜四吧，就要截止，然后什么抽奖？大家记得去抽奖好吗？我们三个人的，跟你们说，这个抽奖是王一家争取的。王一家问说：“姐姐，我们会抽奖，很久没办抽奖哎，办一下抽奖啦！”大家请感谢，请感谢，所以大家记得去抽奖。谢谢 Rebel 的手工饼干。我说很久没有办，也不是很久没有办，就是难得。居然出了捷运，可不可以办一下抽奖？拜托拜托拜托，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抽了3人的签名版。然后呢，我是一张非常非常非常有纪念价值的一张照片的，但是现在还不能跟大家讲是哪张照片，反正大家应该下礼拜就会知道是哪一张。我也不知道，搞不好抽到才知道是哪一张。反正呢。就是一张非常有纪念价值，我只能说真的很有纪念价值的一张照片，所以呢，大家请务必去抽奖，对，拜托。谢谢小阿光的红玫瑰，三人合签啊，就是一张3人的合照，非常有纪念价值的一张合照，请大家务必抽奖。这应该也是第一次抽合照吧？
签名版，对，反正那个签名版是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合照。谢刘建谷的枫叶，希望大家踊跃参与，不论投谁都有抽奖的机会，好吗？第一集的合照了吧？大家可以就是对参加就知道了，哎，也不是参加就知道，被抽到。被抽到就知道了，听起来很难过。被抽到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有一个目标，谢谢李猴子的闪光星星跟小阿光的红玫瑰。投你几率会比较高吗？不会啊，就是那个吧，平等抽奖，大家投谁都可以啦，投谁都可以。投谁都可以哟、哦！耶耶！投一张要有运气加成，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不好说。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就算了。你们也可以办那个、啊，你们可以办很多账号，为了这个办很多 IG 账号。然后疯狂投票，这样你可以办十个。黑空照顶不是黑钻，大家好，我是黑钻讲师。500公尺，300公尺，降落。要我看那个吗？阿汉的那个什么？500公尺，300公尺，降落。现在怎么投？你就是追第一步追踪 AK48TP 的 IG， 第二步在有王一佳照片的那张照片的贴文底下留言说想要预测谁会中，然后之后呢去官方 YouTube， 就我们今天直达的节目截一段影片，然后放在现实动态，然后要记得什么？记得用连结，就是连结到那个捷运直达的那支影片的连结就可以了。中华路2:55收到。谢谢秋日红的幸运四叶草，好想吃爆米花，就像太阳光芒，燃烧着爆米花。跳动的音符在热舞不散场，想到你的脸庞和你说过的话，就足够让我的心恋爱发芽。谢谢浪也挥手的浪挪心，你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台与台甄选的那一段荒唐的时光。又打开我的日记，哎，这什么时候的事情？4月10号到4月11号的事情，可以讲啊，可以跟大家聊聊。甄选，哒哒哒哒哒哒，哎，我来，谢谢普拉斯《爱的烟火》，来放一首歌好了。哎，大家看《原子少年》了吗？我看了一些表演片段了，但我还没有，我没有看完整版了。要听什么歌呢？先来打开我们的 Spotify。Spotify 为什么不能打开？It's not responding。为什么突然的不让我打开 Spotify？ 什么意思？好吧，那我只好先来听 YouTube。Why？ 我没付钱吗 ？Spotify 是要付钱的吗？不用吧？那不用。唱歌也不用麦克风，我只是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就手上拿一把吉他，拿来跟大家讲故事。
哎、欸，怎么没声音？你在同意吗？网络没挂吧？嗯，没回应哦。为什么他没回应？谢谢嘎比的手工饼。对，就是吉他准备好了，麦克风准备好了，还下次再讲，下次台语台好不好？放回去，下次台语台，台语台的时候讲，好像蛮适合的。大概在礼拜几啊？我忘记了，礼拜三哦，礼拜三的时候。礼拜三的时候，礼拜三的时候来讲啊，好不好？还是我们来，还是我们来作词，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曲，但是还没有词。其实有词啊，但是那个词跑去另外地方了，跑去另外一个曲了。所以呢，我现在那个曲就是没有一个词。大家要一起作词吗？对啊 ，Spotify 已读不回耶，为什么？哎、欸，那我要把这关掉，拜拜。云龙姐，云龙姐唱歌，云龙姐听起来好像怪怪的。谢谢小号，救救你哦！感谢你，救救你哦！而且我们这礼拜都在期中考，好可怕哦！我来唱一次这个曲给你们听，你们觉得应该适合填什么样的词呢？没有，是还没考。继续嘛。天冷，你说从头到尾开天冷笑话吗？这叫什么冷笑话？你说谁都用什么东西走路啊？原来就是睡觉啊。说到悄悄的英文是什么？原来就是 Jessica， Jessica， 大家知道吗？脚的英文是什么？ Jessica， Jessica，
所以亚莫里的会员选 MOBA 会员选票。杰西卡好像也不错啊，有啊，他原本有一段词啦，但是他原本的词跑去另外一个曲了，就是跑去一个更适合他的曲。谢普拉斯的掌声鼓励。他原本有，但是副歌没有啦，副歌的词还没有搬过去，副歌被砍掉了。副歌原本是看花一朵朵慢慢绽放，不畏狂雨和风沙，浇水是非就枯叶残花，细心的守护每个梦想，决定照顾到这里了吧，别被限制了想象，相信一切会更加辉煌，朝各自前进吧，你们是这样子。英文教科书，谢谢 Gek 的掌声鼓，真假的？但是假的呀。你听起来像是不一样的曲吗？是一样的吧？谢谢小阿光的掌声鼓励跟 YC 染入鼓励，谢谢大家染入鼓励。这是原本的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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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吗？晕吗？晕吗？听起来特别。看花一朵朵慢慢绽放，不畏光雨或风沙，浇水是非就枯叶残花，细心的守候每个梦想，决定照顾到这里了吧，别被限制了想象，相信一切会更加辉煌，朝各自的道路前进吧，就是这样的概念。然后我们要开田，我们要开田什么？冷笑话，冷笑话是怎样？冷笑话这是概念，快把我的压箱宝拿出来。甜冷笑话，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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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看到一个很棒的笑话，举重比赛的选手如果输了，他会说珍重再见，大家有听懂吗？就是比赛选手如果比赛比输了，他会说什么？他会说珍重再见。珍重再见。吸血鬼他会吃辣吗？他会吃不辣的。大家听懂吗？吸血鬼会吃辣吗？他吃不辣的，不辣的血，不辣的，不辣的。这是我在，就是我问 Google， 欸，不是 Google 啊，问 Siri 跟我讲冷笑话。我觉得 Siri 很会讲冷笑话，好吗？他都跟我说一些冷笑话，我的冷笑话都是从 Siri 那边听来的。吸血鬼吃辣吗？不，吸血鬼吃不辣的。吸血鬼都
吃不辣的，吸血怪都吃不辣的，不为狂火封杀，角帅是非就苦咽残花，写信的手买个梦想。哎、欸、，Siri 可以帮我填词吗？这是 food 吗？不是，这是 drink。这是 drink 呢 ，drink。我们现在，哎、欸，我现在是押什么韵？啊啊韵啊韵，大家我们来押个啊韵怎么样？啊韵。但是呢，我们要先设定主题，我们赶快撇除，我们不要再填冷笑话进去了好吗？我们来看看，然后我们来设定一下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就是什么呢？有没有除了冷笑话以外的好主题啊？好晕吗？晕船歌。欸，大家有听过那个吗？哎呦，哎呦，哎，这个带，这个带，这个弄弄弄，这个带，这个带，这个弄。哎呦，哎呦，这个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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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弄弄弄。哎呦，还是这是我们代工哦，对，忐忑，忐忑。哎、欸，我们居然是同一个年代的吗？原来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好晕，好晕，好晕是哎、欸，但是我的不是大嘴鸟，大笨鸟，大笨鸟是晕船歌吗？我居然有黑冠马路之歌，呜呜。还是四周年之歌。我们来为未来铺路怎么样？我们可以来为未来铺路。我们来这首四周年之歌怎么样？好像也还不错。现在差不多了吧？再五个月啊，对不对？我们不是九月就四周年了。鸡肉饭有歌了，好不好？鸡肉饭已经有歌了。虽然没有试呀，没错，现在九点的。魔法棒，某个四人团体出场。您是说，哎、欸，我的 FGMC 居然可以出现在官方的，居然可以出现在官方的那个，虽然被划掉，但是没关系，再次算是官方承认的好吗？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棒。四周年是什么概念呢？哎、欸，四周年是不是就有三起生了耶？对啊，是姐自己想的耶，是姐自己想的。来一首祖国之歌哇！对啊，我们是官方承认的搞笑团体。天哪，居然已经三起生了！官方承认的搞笑团体，就是我，就是我们 The Pieces。大家好，我是 F。大家好，我是 FGMC， 我是 The Pieces 的 FGMC。有必要吗？有必要吗？谢谢外界的一封信跟小刚掌声鼓励。
有必要吗？说是没有，这是我 FGMC。 你想要跟着掌声鼓励，其实也是很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写首歌给瑞婷，你这样叫柏林怎么办？你这样叫柏林怎么办？TVK 去婚喜庆了，披手自动去，哇，我们一手包办哎，怎么那么棒？我们直接一手包办了，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吧！再写一首，你说直接写两首？哎，我怎么是觉得我好像写过啊，文艺家庭的歌。有吗？有这回事吗？还是其实没有？嗯，你花多少钱？但是没有了，但是因为长得太可爱了，就非常适合这次的幼儿园的主题，太适合了，太适合了，长得太可爱了。接着一看到想说，哦，这是你了，这是你，你就是要上封面，佳佳呀。我是佳佳，我怕喇牙。佳佳最怕喇牙，最怕喇牙，因为喇牙会喇喇喇。脚长脚，手长脚长。什么芋泥怕泥泥，芋泥怕泥泥，来呀来呀，来吃辣呀！等一下，太恐怖了吧！最棒的乐趣呀！听起来太恐怖了吧？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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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导航好像有听过，三头有，天哪，是一首歌了耶，走那么快。我做好一首歌，非常的快速，哈哈。非常之快速啊。可以下一首了，太快了，太快了吧。
然后呢，东亚南亚城市呀，他在城市呀，天天对我施压，他说来呀来呀，你来呀来呀，我来啦来啦，才来啦来啦，呀呀对上呀呀，呀呀碰到呀呀。每天施压，没错，就这样。大家会让人啊，吓死人。没啊，没有，他会缺氧，好像还不错。雅雅带着雅雅，好恐怖哦。雅雅带着雅雅。我说嗨你好，这是我的新宠物丫丫丫丫，虽然你很可爱呀，但是你带着丫丫就有点恐怖呀。好奇怪哥哦，丫丫带是哪个丫丫，带着哪个丫丫呢？不晓得，真的不晓得。没错，真是非常快速的完成了一首歌，真太棒了。我是佳佳，哼，哼什么哼？丫丫说，他最喜欢，最喜欢皮拉。为大家带来这首歌，瑶瑶。为大家带来一首旧版的旧版天使，为大家带来一首旧版天使，旧版的新版还不能公开，为大家带来旧版。哼，哼，哼。你温暖了麦芽饭和汤，你温暖了知识的渴望，你温暖了外来的迷茫，你温暖了我的左心房，你温暖了受伤的翅膀，你温暖了平淡的梦想，你温暖了字里行你温暖了字里行间的期待，你温暖了每一份温暖。嘿，怎么唱？嘿，嘿，是天使吧？每个夜里在和谁对抗？我不会唱旧的嘞。嘿，你是天使吧？从来没有太多的虚假。勇敢，留下什么伤疤？嘿。也是天使吧，从来没有太多的虚假，勇敢的飞翔，不畏惧世界多完蛋，我真只会唱新的，哈哈，算了，那算了，不唱了，拜拜，不唱了，我已经被新的洗过去了，谢谢大家。
好像也不错啊，啊不错啊，也是不错啊。我是佳佳。这个呢，有大家哎，大家有听过左左右右的歌吗？就是他们刚出道的时候，有一首自我介绍曲，他们就说我是左左 ，I am beautiful， 我是右右 ，I am cute， 我们是左你和右你，长得一样，大家都分不清，然后什么之类的。我是佳佳 ，I am beautiful， 我是雅雅 ，I am terrible。太恐怖了吧！我们是佳佳和雅雅，长得不一样，大家都分得清楚。长不一样，大家都分清楚。那你还说还有什么好介绍的？这是有什么好介绍的呀？雅雅跟雅雅，雅雅跟雅雅分不清楚。长得一样，大家都分不清。不能适合当幼儿园老师，我应该会被小朋友气疯耶，我觉得。我说你们在干嘛呀？我觉得你们要乖哦，好不好？你们要乖一点。对啊，我觉得老师这样子会有点难过。你们再讲不乖的话，我觉得哼。哼，搞什么东西啊，讨厌。好吧，关掉。小朋友被我气疯是怎样？小朋友被我气疯也太生气了吧。怎么会有被我气疯的问题呢？诶，我居然没有在充电。我居然没有在充电，他突然跟我说电量不够，好，赶紧充电。我真没有在充电，会被小红真的跟他讲，真的是会被欺负哎、欸，大家都欺负我，不要欺负我，棒棒棒棒棒棒，哎、欸，我这。哦，好，算了，没事没事，大家以后就会知道了。可能会叫小朋友们，小朋友，这是在哎，说到买生险，说到买生险超可怕的哎，今天发生一件超恐怖的事情，就是呢，我今天经过捷运站，然后居然有那个 Costco 的办卡的人员就在捷运站那边宣传。然后就马上拍传给那个宿舍说，哎、欸，他居然就在捷运站宣传哎、欸。然后爸爸就说，他是不是有偷看我直播？那个捷运站哎，欸、不是那个 Costco 人是不是偷看我们直播？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在那个捷运站宣传，然后他竟然今天就居然突然站在捷运站那边宣传 Costco 的卡，吓死我了！我觉得我已经被监视了，我觉得很害怕。太令我难过，太令人难过，抓到真的抓到哎、欸！平均零元，我应该告诉他这个想法的，他应该也还没有发现，他可能还没发现这个想法，我应该要告诉他要怎么跟别人介绍，说要这样介绍，他们应该不知道要怎样介绍的，对啊，没事，没事了。太阳发给发布，哦，阳发给发布，风扬冲在跳舞。他们搞不好他要买我生血吗？茂草可还是血？它里面其实是台湾蓝雀，现在很乱吗？好像有一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台湾蓝雀帽，还是它其实是赏鸟帽，带回去，跟大家带来台湾蓝雀帽，免费的。
是我最近也没有学新的歌。没有，它本来就是两面都可以戴啊，看不出来吗？要这个帽子是不是团购？是不是团购啊？那就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大家会讲可喜可贺可口可可乐吗？还是已经太老了？可喜可贺可口可乐，是不是太老了？但是没有关系啦。很老吗？太难过了吧，太令人难过了，这是个令人难过的事实。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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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跟他讲，大家 mobile 嘛，就是廖琴的，是神推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神推，廖琴的推，在边可以的推。然后 mobile 前辈居然确诊了耶，好恐怖哦！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一下自己，不是把握，把握是什么东西啊？保护，对，保护，把握自己是什么？我们的 March 也到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的 March 到了？大家好好保护自己，太恐怖了！现在就是对，大家加油，撑住啊，撑住！就是那个 BNK， 就是总选的第一名，总选的第一名，没有Mobile 前辈。很恐怖耶、大家好好保护自己，对，把握自己到底什么东西，好好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不会讲话，不会讲话啦。曾经爱给风哦，谁的衣服洗好啦？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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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三季了，我打三季了。哦，是明天吗？是明天就要抢票了吗？大家真的是要，真的是不看会后悔。哦，是啊，我是不是每次都这样讲？对，好啦，那就这样了，因为我每次都这样讲，好吧？我每次都说这次的演唱会不看会后悔，但是呢，这次特别会后悔。特别会后悔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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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们最近宿舍组就是在玩一个游戏，是阿瓦隆吗？我不知道，是一个阿瓦隆，就是我们五个人在，昨天还是前天？好像前天，忘记哪一天，反正我们就在客厅玩阿瓦隆，玩桌游，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就是他就是一个要猜到，他有一个角色是村长，然后反正就是要猜到村长出的题目是什么。然后那个题目是算是电脑配的，然后呢，那个题目都超奇怪的，比如说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啊。然后还有一堆，对，蛮奇特的东西，破口大骂。有桌大家可以去查。谢谢小光的掌声鼓励。但那好像不是阿瓦隆，但是就是有点像阿瓦隆。哒哒哒，一下要抢吗？一下不用抢，直接到场吗？我还是那个最亲。最近的接触，最近的接触，我与那个诗雅最近的接触，不用付钱就想我最近的接触，是不是还不错？蛮好的吧？是不是很棒？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不是这首歌。
欸，想买周边吗？我还不确定这次周边有什么、欸，我还不太知道这次周边有啥。谢谢 Andreas 的小鸡蹦蹦。要到那里才买到，可能要先飞一趟泰国之类的，真是有可能的。接下来，左边右边哪边比较好吗？左边右边都一样好，因为好像都会飞来，不是飞来飞去，没有那么高科技的东西，飞来飞去这样。这样到底是音质好还是音量好啊？音量大，音质好还是音量大？还是其实差不多？谢谢你。刚刚是不是的？哎，怎么那么怪这声音？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会起飞吗？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我不会唱这一段、欸、还能大口呼吸就是幸福的，还能睁开眼睛希望就能看见的，虽然步伐是小了点，不会唱直接跳过，没有钢丝吧，钢丝也太厉害了吧。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不好说，也太恐怖了吧？太不是太恐怖，是我们最近没有看到诗雅在做钢丝专业的钢丝之类的训练了，所以应该是没有，还要偷偷去做一些训练，那我不知道，也是有可能。他在什么时候起飞？绿草地，伊丽丝，大家你们就是我的绿草地，然后他要开始飞在那个荧光棒，哎、欸，好像也还不错哎、欸，好像也不错哎、欸。他要直接真的在绿草地上面的概念，因为就是你们就是他们的绿草地嘛，然后他开始起飞，他说：“哇，大家我看见了你们的绿草地之类的，好像还不错哦。”这是什么？这是 Ella 的晚安歌，好像还不错。结束就飞走，这也不用羡慕，就直接飞走好吗？还不错啊。我觉得行。你的心，哎，我会唱这首吗？我不知道。直接起飞蛮好的吗？你的心。哦、我的心不是你的心，我的心你放在哪里？或许你根本就不在意，错把承诺当有趣，怎么对得起你我知的痕迹，无法开口说声好不容易。直接起飞蛮好的吗？六千会飞，这我自己都不知道哎、欸。
哦，六千是诗雅带你飞，你说六千，等一下这样带你飞的人有点多人哎、欸。哎，但我不知道六千有多少人，但应该不止一个人吧？不可能六千席就一个人吧？飞在，感觉很赞，感觉有点恐怖，是不是可以建议一下？建议一下公司，也是还不错。带你一起飞，应该可以卖到10000了吧？带你一起飞，这个很好哎、欸，这直接 touch 到了吧？这个该卖10000喽！西雅带你飞是椅子会跳起来，太厉害了吧？这个我都不知道有那么厉害的东西。如果当场真的有，真的是服了好演员了。我真的是服了好演员了呀，太厉害了！VVIP The Pieces 直接到你现场，到你旁边为你演奏，好不好？在你旁边为你演奏 FGMC 版《绿草地上的奇迹》。弹射座椅非要台，等一下，光有弹射座椅就已经值10000了吧？是不是讲到这里网络就可以开始卡了？怎么会这样？讲到这里已经开始网络卡喽。无法确定着陆点，等一下，这有点太惊喜。这个不是惊喜吧？这是惊吓吧？这是惊吓喽！披萨888就够，不是披萨只要88。恐怖的88。好像快来找流量密码，哎，不是流量密码，致富的密码就在这里了，好吗？致富的密码。I will，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在 I will 的话给我回答，就是我们最近跟子萱，跟彩杰去吃全家冰淇淋，怎么会是这个组合？不晓得。好吗？就有一天我们一起下班，所以我跟子萱、跟彩姐就一起去吃那个全家冰淇淋，然后什么？然后彩姐又唱这句嘛，然后子萱说：“哎，我最近有 cover， 然后他就有放了。”但是我们那天就不知道什么，也是一直唱这首歌，一直唱“爱我的话，别说话，给我回”，不是别说话。别说话好像很合理啊，爱我的话别说话。爱我的话，爱我的话，给我回答。答答，哎，是我邀他们的，我说要不要一起去吃全家冰淇淋？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的马世强，怎的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是这样的吗？爱我的话也回答，我只等你一句话。哎，我不会唱后面的。我没有混进好吗？他们也两个人而已啊，混不进的。什么天使团黑化？这什么组合？我也不知道，不晓得啊。嘟嘟嘟嘟，谢谢欧梦里的一封信，感谢你啊。哎、欸，而且我一直听那个
就是我完全没有唱过如果可以，就是一直听，但是我根本没有唱过，因为我觉得一直听说很难唱，所以我没有唱过。因为很难唱你的声音，我还唱看到有多难唱的你的声音解开了故事的谜。欸，我也不会唱。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霓虹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你，我们。走过，不管牵着你的手，我会多么寂寞，等待红色来的时候，来咯，排案来咯。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万年，留给我别关注你。诶，是这样吗？如果一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会活有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什么？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暴风狂雨也不想防备，爱了就爱了，只刻在我们只刻在我们泪光的约定，火开出了花。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言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花光运气，你是我赌上世界的决定，是这样吗？ I don't know。 谢谢 Gabby 的精神音符，谢谢小王掌声鼓励，给 Raven 掌声鼓励，白维里，哇，谢谢新可的麦克风，那你很会接哦，谢谢小王掌声鼓励。要认真来一次吗？我刚才很认真的好吗？如果，他 key 到底在哪里啊？听一下，我们李安，好像很熟。喂，李安吗？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片乡。哎，他那么快、哦，如果可以。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留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
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挥霍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疯狂狂暴雨狂风也不想防备，爱了就爱了，只刻在我们泪光的约定，我开出了发发。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四叶草。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划过运气，你是我独享世界的决定。谢谢大家。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所以加加版吗？等一下，我先调整一下我的那个摩斯汉堡好吗？等一下，调整一下那个频率要对，频率要对。为什么现在周围有星星啊？等一下，那个频率，好，大家好，我是佳佳。那我现在想要带来的歌曲是，如果可以，如果可以，好。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边相遇，让时间停止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为我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暴风雨被暴雨狂风也不想防备，爱了就爱了，哼，只刻在我们泪光的约定，我开出了花。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
上世界的决定。谢谢大家的支持啦。你们想跟我做朋友吗？你们想要跟佳佳做朋友吗？想要吗？你们想跟佳佳做朋友吗？为大家带来这首《以后别做朋友》，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接受。我不会唱笑着带过。好，我不会唱这首歌，哈哈。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接受。想当我爸爸哈，好以后别做朋友。你们动作很慢耶，所以为他来这首《自姗姗来迟的你》。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我真的没有觉得我这唱错，等一下。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哇哦，逛一人份街，买一人份的蛋，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漫不经心。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但估计也想要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写擦擦过。某天我们会等一下，是不是要演那种男生，要怎么有那种男孩 boy 的感觉。我不介意好像不一样哦。我不好，不会。我不介意你把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身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原来是你哟。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知道为什么男生是白羊？我不介意你慢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原来是你哟。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在意这次先擦肩而过。嗷嗷嗷嗷，原来是你。喂，熬玫瑰呀，熬玫瑰。爱我别走，如果你说。Rapper 掌声鼓励。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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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大家有听过？
但应该没有听过。听过。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每日上书真好奇，大家卡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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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大家有喝过吗？大家有喝过卡吗咖啡吗？大家有喝过卡吗？卡吗？卡吗？卡吗咖啡？卡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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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卡吗？卡吗咖啡？这首歌是我们的家歌哎、欸，但想怎么会有家歌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我们家就有家歌这种东西，这是我们家第一代的家歌。我们家家第一代家歌是这首。沉重的白领是无经过什么。很彷徨，我连也想的。素真好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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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又卡了吗？卡嘛卡嘛卡嘛。又好久好默默默。是。锁紧的百合花。从体现旁边，总是做恋爱兄弟，每日像素真好奇，地上花发芽，其实研究爱听的经，怎么唱不知道？有花就好摸摸，亲像海边涂沙，暗恋素爱直到万世代。我的野猪敬拜的春花喜的歌声在迷心中忘记了。然后我们第二代，我们的第二代的家歌是什么？仿歌家歌什么？家歌就是一个我们家有个小小板，很小的字印在上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歌怎么唱啊？谁能为此去？这浮相思，破现实什么处处语句？繁华之刹那，残香空余枝。低眉信手，叹书尽信手诗。哎呀哎呀，啦啦啦哎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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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啊，一生记一世芳心春一暮，此时更变化岁月一何俗。一如长河，心似如明月雪，素手捉青石织成双螺旋。谁能为此曲辗转赋相思？破扇是什么处处语迟？繁华之刹那，曾相空余迟。低眉信手，叹书尽心中。好文言的歌词哦，为什么是我们家歌呢？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那我们再问一下小阿光，有没有交什么作业？小阿光要不要交作业？耶！不要交作业。我们第一代家歌跟第二代家歌差非常多，但其实家歌也没什么，家歌也不是那种每天早上大家会起来歌颂一次的那种，就是我也不知道定义是什么，反正就是不知道。我们就有一天突然说：“哎，是我们的家歌。”这样，非常的奇妙。那个。第一名是小阿光 Coca Drizzle 写小阿光 Coca Drizzle， 第二名是 River Coca Drizzle 写 River Coca Drizzle，
第三名是黑杰克口卡的瑞手，谢谢黑杰克口卡的瑞手。第四名是郑宇口卡的瑞手，谢谢郑宇口卡的瑞手。第五名是 CKMK 口卡的瑞手，谢谢 CKMK 口卡的瑞手。第六名是 YC 口卡的瑞手，谢谢 YC 口卡的瑞手。第七名是 Gag 口卡，谢谢 Gag 口卡的瑞手。苹果口卡的瑞手。第七名是 Miso 口卡口卡的瑞手，谢谢。想 A 口卡的瑞手。第十三名是 Part 口卡的瑞手，谢谢 Part 口卡的瑞手。第十四名是科技玉口卡的瑞手，谢谢科技玉口卡的瑞手。第十五名是李猴子口卡的瑞手，谢谢李猴子口卡的瑞手。感谢大家。下次可以讲小王子的故事吗？大叔，当然是可以呀、啊。哎，我家的小王子在哪里？寻找小王子。谁黑的日子却闪着不相似？哦，在这里。深深深的碎，我现在就念，念给你听。我要用这个念，我要用这样子，有没有广播剧的感觉呢？我现在被打给是第三张，哎哎，是我们要有一点那个背景音乐，我们来打那个小王子电影版的背景音乐。哎，我大家有看小王子的电影吗？我真的很喜欢小王子的电影，来听小王子的原声带。哦，还有 feel， 讲讲，寡妇鬼宝才知影，伊是为倒位来的。三不五时，我就甲三不五时就甲我问东问西的小王子，敢那拢听无？敢那拢听无？敢那拢无听到我甲问的问题？是伊无意中讲出嘴话，才予我渐渐了解。头一次看到我的八零机，等一下，有点大声。噔噔，头一次看到我的八零机的时阵，我无想要把我的八零机画出来，因为想歹画。伊甲我问：“这是啥物物件？”“这毋是物件，这杯是我的八零机。”予伊知影我会晓使八零机，予我心得个。伊听了大声叫讲：“啥货？你是为天顶跋落来的？”“对。”我真歹势讲：“啊，就是毋是？”上主笑一个足大声，予我感觉真受气。我希望有人认真对待我的歹运。伊阁继续讲：“你嘛同款是为天顶来的，你是为倒一粒？”天星来的，伊的出现遐尼神秘，伊这句话那予我淡薄仔去抓着头鬃，所以随家问：“你敢是为别粒星星、别粒星星来的？”毋过伊无甲我应，伊头咧咧，那看我的白灵机，那慢慢来讲：“无毋对，坐伫这台顶冠，你无可能是为真远的位来的。”伊踮规晡拢无讲话，尾仔伊为落地仔摕出我画样仔，足定睛伫遐，足定睛伫遐咧想伊个宝贝。你会当想到伊迄句强要讲出嘴个白粒星星，予我有偌好奇，我尽量想要知影较济个。囝仔人，你为倒位来个？你徛倒位？你要甲我个样仔？带去倒位，伊点点收几包，尾仔才来应讲。佳仔，有你予我的迄个阿爸，暗时就会使予伊做厝啊。对啊，你若是乖乖，我就阁予你一条锁啊，予你一时甲绑起来，还阁有一支棍仔。我的建议
那亲手甲小王子惊着，甲拔起来，哪会安尼想？伊无甲拔起来，伊若四处爬爬走，就会走无去。我一个朋友阁一摆大声笑出来，你是要叫伊走去倒位？就是四处爬爬走啊，向前直直行。小王子就慎重来讲，无要紧啦，阮家真正足细啦。袂啊，伊敢若有一丝仔郁卒，刷落去阁讲，向前直直行，嘛袂当行偌远。这就是第三章哦，字太大了，对不对？这就是第三章，这就是第三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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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小王子》电影版的话，非常的推荐大家去看《小王子》电影版，因为很好看，画面也很好看，然后整个也很好看，都很好看，音乐也很好听。所以呢，可以补上可以啊，你要干嘛？你要干嘛？谢掌声，让你挥手，掌声鼓励跟小黄，掌声鼓励跟七月的 kiss 出出。米外，而且很浪漫，就是电影版的小王子。有你好看吗？还真的有哎、欸，还真的有哎、欸，怎么会这样呀？不晓得。Both said I can be been. 谢谢普拉式的红玫瑰。来吧，咪手先布这样的作业。不是很好听吗？这个音乐就有种很浪漫的感觉。法文，我是不是又卡了？我怎么在房间这样子？我已经满意足。Fabio， 跟你说加油的话，你喜欢平常之中制造一些浪漫。加哪一方面？你是要加买票的油，还是赚钱的油，还是上班的油，还是买身体的油，还是撒浪黑油？好油哦，太油了吧！太可惜了，还是想要撒浪黑油，还是鸡腿很油，爱老虎油。有了吧，好油佳，怎么那么油啊？佳佳太油了吧？都加，你缺油，你缺95加满，那就，我现在只想什么祝生日快乐，已经过了，我想一下哦，结婚了吗？要各个方面都注意一下，就是上班加油，虽然很累很辛苦，但是就是加油。早起也很累，但是还是加油。可能想着青蛙就不会那么累了。青蛙永远在你的身后，我也在你的身后，大家都在你的身后。那就好好加油，赚钱也加油，然后对上班加油，结婚基金也加油，各个地方都加油。生日快乐！他在旁边睡死了。那早安，早安，金花要结婚吗？就是记得，如果结婚的话，可以叫我去当小话筒，谢谢。没错，就是得加油。如果觉得能量不够的话，可以看看我的 IG， 或是看看布丁的 IG。对，非常的有用哦，对不对？看完之后就会觉得能量满满，也可以多多看我们的直播。我已经想不出要说什么话了，但是呢，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就是最棒的，好吗？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到。如果觉得自己做不到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也是一种。祝你未来一切顺顺利利。好，在讲什么？祝你的未来一切顺顺利利，加油！干巴丁呢？干巴丁嘿哟！矮拉虎哟，鸡腿好哟。对，可以请佳佳当小话筒，佳佳应该会很乐意去的吧？对吧，佳佳？对，我很乐意去，佳佳最乐意了。讲的对啊，就是你需要加油啊。请加油好吗？加油加油好吗？加油。嘎巴的奶奶奶，谢谢嘎巴的奶奶奶，谢谢纯酿酱油的加油。加油。那让我。礼拜三再次相逢。礼拜三晚上在讲什么？礼拜三萌萌看过，怎么讲？萌萌站起来！纯阳酱在教会变纯阳，纯阳酱在教会变纯阳酱油油，变纯阳酱油油吗？我们就礼拜三可以强调自己，演唱会真是可以保证非常的精彩，让你从头哭到尾，从 Overture 哭到最后一首歌，好吗？会有很多很多的惊喜，然后就是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现场看到这些惊喜。那么就是。这礼拜六是我们的 Reset 公演，也非常期待 Reset 公演可以看到大家。如果还没有买 Reset 的票的话，现在还有票可以买，现在还有票可以买。肃然泪下，没错，现在还有票可以买。如果的兴趣的话，来我们。的 Reset 公演，大家希望这礼拜非常的精彩，而且呢，这次会跟大家有多一点点的互动，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跟我们一起互动。好的，那么我们就跟大家说晚安啦，晚安，晚安。大家见，我还要去读我的期末考，不是期末，还没期末，期中考。然后我等一下会发歌，等一下会发一首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赞、留言、分享，谢谢大家。然后是我人生第一次唱客语的歌，所以如果有什么发音不对的地方，再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那因为我是录的非常的快速，我是直播前录的，所以可能就随便大家听听就好，听听就好，好，对，拜拜。林果就饭晚安，李猴子就饭晚安，雪阿北就饭晚安。阿基拉，我要用那种晚安广播感的声音说，等一下，磁性，古早微微 A 就饭晚安。纯酿酱油鸡肉饭晚安，李猴子鸡肉饭晚安 ，Cake 鸡肉饭晚安 ，Gabby 鸡肉饭晚安 ，Pat 是鸡肉饭晚安 ，Akira 鸡肉饭晚安，小耀光鸡肉饭晚安 ，YC 鸡肉饭晚安，杨公公鸡肉饭晚安，勇哥鸡肉饭晚安 ，Miso 鸡肉饭晚安，振宇鸡肉饭晚安，变成新鲜柠檬鸡肉饭晚安，杨雄鸡肉饭晚安，六个一鸡肉饭晚安，夜空 Sky 鸡肉饭晚安，落日一笑笑鸡肉饭晚安。阿基拉鸡肉饭晚安，燕鸡肉饭晚安，交管面线鸡肉饭晚安。
刷贝鸡肉饭晚安，大家晚安，一纯鸡肉饭晚安 ，Andrea 是鸡肉饭晚安，大家再见喽，礼拜三晚上，期待在空中，期待在空中与你相会。